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视频前面的是这个麻将，我们这个主要是测这个发字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，用形容词来测试一下。我手上这里是两把紫铜的形容词，这是仿照美国人的款式来制作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洗牌，我先回避一下，你洗牌。好。OK。好，现在我们用形容词来探测这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五组当中，看看这个麻将这个发字在哪里。我们随便选一把形容词来测试啊。现在形容词，请帮我测试这个五组当中这个发字的那个麻将在哪里。现在开始探测。形容词，确定是这一组吗？确定的话，请跳来跳去。好，这一组，把其他四组移走。好，形容词，请帮我测试这四个麻将当中，看看哪一个是发财的发，在哪里。现在开始。确定吗？形容词。形容词指向这里。我们手刚才动了一下，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是这个，哦，perfect，太神奇了，OK。